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一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 YCT 一级考试。YCT 一级听力考试分四部分，共20题。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口，口，耳朵，耳朵，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，四，四，二，二，二，三，五，五，四，一，一，五，七，七，第二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中国人，中国人，现在开始第六题。六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七，猫和狗，猫和狗，八，吃面条，吃面条，九，长耳朵，长耳朵，十，很多手，很多手，第三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我的眼睛大，我的眼睛大，现在四点，现在四点，现在开始第十一题。
十一。你喜欢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十二。她是我姐姐。她是我姐姐。十三。她不在家，她在学校。她不在家，她在学校。十四。爸爸不高兴。爸爸不高兴。十五。这是谁的苹果？这是谁的苹果？第四部分，一共五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明天是七月几号？明天是七月二号。明天是七月几号？明天是七月二号。现在开始第十六题。十六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大鱼。十六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大鱼。十七。你爱喝牛奶吗？我爱喝。十七。你爱喝牛奶吗？我爱喝。十八。你们家有几个人？三个人。十八。你们家有几个人？三个人。十九。妈妈，哪儿有鸟？看，小鸟在那儿。十九。妈妈，哪儿有鸟？看，小鸟在那儿。二十。今天谁去商店？哥哥去。二十。今天谁去商店？哥哥去。
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